喂，小王，我说出门这一把的话，对面是卡萨丁中单，我们家是卢香中单，所以说对面是不会来反野的，那么我们就直接选择正常栏杆啊。OK， 因为卢香的压制力是比较强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对面是不会过来反野的。我是不是小号还能上国三？我90多星的号，你说我是小号吗，老弟？我再榜国一，再榜国三，我这个是小号吗 ？OK，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情况啊，好像是没有什么爆发人头，下路那边好像有机会。然后就正常去刷就好了。对面是一个赵信打野，对，我不是，因为段位高了之后没什么人搬铁男，知道吧？你段位高了之后就没什么人搬了，这个英雄并不强，铁男那个英雄。然后双组那边的话是率先传来恶爆，我们这波先往下路刷吧，这感觉这个瑞文的话是有机会。感觉这个又是有机会杀的，到时候是包能玩的，先别着急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快刷完的时候，可以开扫描扫一下这边三角草有没有眼。下路感觉可以直接来的，怎么说？进去 ，A Q 闪 A W A， 爆炸爆死，然后升级，我不死。这波就是什么，你们看右下角啊，第一个词自信，知道吧？玩道成要注意什么，主要还是要自信。 OK， 那么我们哇，这个万豪连个助攻都没摸到，兄弟们，这个万豪连个助攻都没摸到啊。看双主那边的话感觉不是特别好抓呀，中路是回家了。这个草没有眼呢，但是不知道草外面有没有眼，草外面也没有眼，被动没消失啊。别 A 眼，哎，我操，暴露了暴露了暴露了，他 A 那个眼会暴露我们的视野啊，所以说这波抓不了了，对面直接往后撤了，看到没有，太蠢了，我只能说太蠢了。抓中路吧，换一下卢仙嘛，双主那边感觉就不用去了。工具耶，哎，很舒服，这样的节奏就很舒服。怎么样才有这样的节奏呢？啊，就像我这种打野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节奏啊。那我们这边等一下这个小鸡，因为我知道他准备要刷新了，我们来这边等着他就好了。那么有这么好节奏的打野，你们几点回家呢，兄弟们？又是压了对位打野900经济啊，将近1000的一个经济。赵信的话在下路，他的红 buff 准备刷新了，但是我们却反不了，太危险了。所以说我们还是把我们家剩下的野怪给他啊，给他刷一手。道神出来之前我玩啥？我玩老鼠跟皎月啊，我直接抢，没抢到，没关系，还要过来吗？我们中单是卢香，他是有线权的，所以说他过来反野我们并不是特别怕。废
好恶心啊！怎么还有个卡萨宾在这里啊？这不赵鑫走了，我想继续刷野的，打的比较贪，但是没想到还有个卡萨宾在这边。这边去刷一下野吧，没关系，等一下龙团吧，龙团再教你们怎么去打，好吧？注意好，倒锤的龙团可是一个起节奏的一个转折点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打龙团的优势是很大的，所以说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去打团。赵鑫的话，这一波他是在那边了，但是队友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啊，怎么说？战神起跳，直接抢到小龙。OK， 再杀两个。哎，队友没补伤害啊，但是我这波怎么说？你们看一下厕所，看一下是不是拉满了，兄弟们。我这波是不是拉满了？但是队友没有补上太多的伤害，如果他们补上伤害的话，对面就直接完全爆炸了。不过我们小龙的话也是拿下来了，就是团战我们该怎么去打，一定要注意时机，战神起跳，好吧？如果你们碰到这种队友，是不是应该放弃了？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没大了，这个可以给啊。我刚才抢了小龙了，指挥一手吧。但是这个莫甘娜还要过去啊，这波过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别过去了，要我求你们吗？别去了，别去了。哎呀，能杀吗？能杀的话也不亏吧。我得求着他们玩，我打个游戏得求着他们玩。哭的法爆球会不会全杀完了？不会啊，我们这个装出的法爆球你开不了大招啊，因为没有冷却。赵鑫看到我了，我刚才这个位置有眼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跳。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知道吧？这个伤害不够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对面三个人，三个满血的，我们差点都全杀了，这就是队友的问题了，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吧？看下河蟹没有的话，继续刷野就好了。牛逼！对面一折700块啊，我随便跳个大招，居然有700大呀！这样，有你的下套，我把现金给他妈所有，跟了我们现在怎么打到？没有意义的是，跟你线上活动。再靠近一点。哎，算了，我直接上吧。我真他妈单杀，嘿。不好上，就是我们小技能伤害还是太低了。现在来说的话，所以说，要等他再靠近一点，就会爆炸。OK， 这把的话依旧不做推推棒，这把有泰坦啊，别做推推棒了，推过去就死了。也可以先不做啊，我们后面再附魔。先往后撤一下，这波可以下河蟹也可以拿，我们先在这里放个眼啊。中路这边的话我们先不开吧，先把下河蟹先拿了。单杀，错了，他怎么这么肉啊，什么情况？他出的啥装备啊？看一下魔抗鞋，麻了，我给我整麻了。这个魔抗鞋可以第一件做王冕，有护盾，有法强，王冕
法免伤害不高啊，法免被动是没伤害的，60法强没有用，这装备后期中期的时候再出。第三件，魔抗鞋的话差点伤害啊，秒不掉，没办法。但是我一玩到手就劣势局是什么情况？我感觉我已经打得很好了，这把的话节奏打翻什么的都挺好的，但是还是劣势局啊。蓝区的话这个时候被禁了，抢一下，再发育吧，往后拖，我们再去找一下机会就好了，没关系的。啊，你敢跳脸上，我都不敢跳他脸上。恐惧，再恐惧 ，OK， 杀掉，直接 double kill， 小龙可以拿。恐惧了，跟下伤害 ，OK， 先把龙打了，别追了 ，OK， 打回来了，一波团又打回来了，活佛第一，费德奇克。我们第三件的话就做这个皇冠啊，皇冠这个装备前面不要出的太早，出的太早我们就没伤害了。第三件出的话是刚刚好的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正常刷野。然后这边也是欢迎兄弟们呢，我们今天打的是个单排王者90多星的一个对局啊。目前也是再版国服第一道村，再版国服第三铁男，大家也可以过来学习一手啊。然后没点关注的宝子们也可以点手关注。我先回家吧，把装备补了吧。现在打团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就好了，这边是很好赢的。大招减 CD 那个，就这个版本。光明装备已经删除了，知道吧？我们是比较缺伤害的一个版本，我们要想着怎么去变化一下，知道吧？就不要太死板了，出装方面什么的都不要太死板了就好了。那么这一波还有个御文，我只能说这一套的伤害你们完全就是看不懂，好吧？我直接战神起跳一跳五，拿下，那是男爵。OK， 回家补金身跟一个法爆，我们后面的话就去正常去做法爆就好了。然后兄弟们想上分或者跟车的也可以看一下主播的主页啊，有卡灯牌的宝子们可以给主播卡个灯牌吗？啊，这一把也是非常，你们应该能学到挺多东西的这一把。战神起跳一跳五。3.5连鞭恐惧 A 在 A 手直接拿下这个 double Q， 然后这边3.5连鞭 A 手，然后恐惧，然后战神吸血再收下一个，然后这边先金身规避一下月文的伤害，然后战神吸血，然后闪现拉开一下位置，没有拉开没关系，月文直接叠死，还剩下一个一折也没有用，直接拿下国服第一费德奇克啊。打波广告，兄弟们，等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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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走不到路了。等我做完法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恐惧了。开了扫描可以屏蔽视野啊，这也是小细节啊。OK， 法爆做出来，最后一件我们选择周破盾吧。对面盾来说的话是比较多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有大招，
有金身啊，看一下这一波团，可以先提前找视野啊。半血啊，半血，兄弟们，他出魔抗的，我一个 W E Q， 他直接半血。被挂虚弱了，被挂虚弱了，但是我的输出这一波也拉满了，剩下的话应该队友还是能打得过的。点点大招爆进来，驱红拳，再点点一点点 Q 点点 W 点点，嘟嘟嘟嘟嘟嘟，直接收下，漂亮，这波还是非常 nice 了，可以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OK， 九杠五杠十六啊，这把助攻拿的还挺多的。OK， 那么也是直接拿下。谢凤总送的点亮粉团，谢谢，谢谢生凤的欢迎，谢谢。我们可不吃了。